修这种乡村路比较麻烦，社会车辆比较多。我们这儿施工的呢，社会车辆就到处跑的呢，挡又挡不住，全是些四驱，人家从沙子里面就跑掉了。看看这路肩压的吧，压上路肩就能走。前面应该是又堵了几个车吧，过去看看啥情况。有这个车陷住了，另一个车过来给拉来了。也是不行呀，陷的还挺深的。前轮胎还不转呢，光是后轮胎在这跑的。把沙子往出刨一下，感觉它这个车底盘都单住了。远一点的地方还有这个车呢，也是陷住了。那边我看也用锹挖沙子的。车拉上，人推上，这就出来了。把这个芳草格子全压没了。出来了，不能压芳草格子走，只能顺着鞭子，路鞭子，路鞭子这一片都是啥也没有的，整的还挺麻烦。热闹也看完了，去洼子上坐着休息吧。今天刮的风有点大，也不适合在外面待的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咱们下次见。